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绘画模型。这绘画模型也是刚刚发布，那么它的关注人数呢非常的多啊，7.8K。这个呢完全可以体现出来这个模型的效果，确实非常的不错。这个官方这边对它的评价呢是创造新纪元，可以看出来也是非常有信心的。那么经过我的一个实际尝试，确实非常的棒。它这边提供了三个模型，但是这三个模型呢都非常的大，我大概下载了一下，可能得60多个 G。这个咱们家用机呢基本是没戏跑不动。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那边呢找到这么一个网站。然后这个网站呢，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在线体验的这样一个方式。今天我们就以这个为主，说一下这个模型的一个实际的效果。我们来找一下这个 Flux，大家可以点下面这一个，这个里面有三个这个选项，都是这个 Canva UI。它这边呢是把这个 Flux 都放到了这个 Canva UI 这个工作流里面，我们就用这个吧。这边正好打了6.8折，就选这个分钟计费，这边还有小时、天，这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来选就行了。只能选这个4090，点这个立即使用。这边你稍等一下，它这边所有的服务呢都是需要消耗脑力值的。大家看这边写了，脑力值的话，现在是新用户注册送2000，这个大家可以注册一下啊。我在视频下面会放个链接，大家可以先试用一下。这边启动完毕了，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，打开我们这个 Canva UI 这个应用啊。大家看到第一个就是这个 Flux，点一下，这边它提供了5个工作流，实际上呢我们用第一个工作流就可以了，其他的呢大家可以自己尝试。那么这边呢，它这边有这个模型。就这个模型就特别大，然后呢，其他的都不需要我们去修改。这边写这个提示词，然后出图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直接用它这个默认的来跑一下图，点一下，这边就开始跑了。这个东西呢，对资源的占用特别高，家用机根本跑不动。所以目前如果你想体验的话，那么只能到这个云端上来体验。这边开始跑了啊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画是什么意思。翻译一下，带有飞檐的中国式建筑，画面的中心，白色雾气及瀑布所包围，黑色背景。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描绘的这个场景。然后出来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出图的效果。这个效果呢，说实话确实非常的细致，非常的棒，而且跟这个提示词的这个服从性啊也是非常的高的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它这个 Flux 的效果确实好，这个就是对资源占用太高了。我们再来跑一张图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然后呢，这边找一个比较有意境的图，就这个吧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复制下来，把它贴过来，下面这个再删掉。好，来跑一下。它这边呢，工作流非常的多，我们待会儿跑完之后可以再看一下别的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咱们经常见到的工作流基本都有。它这个官网这边呢，还有一些别的内容，比如说有 ChatGPT，还能炼丹，Focus 这也是绘画的，还有大语言模型之类的，Stable Diffusion 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项目。这边说这个它是包含了这个80%的专业的设计师工作流，它应该说的就是这个。这里面确实挺多的，这图跑完了。效果还行啊，不错。不过它为什么跟这边这个不一样呢？翻译一下，咱们看看是哪边有问题。圆月、高挂天空、牛郎和织女，还有鸽子组成的桥，那这个应该是画的没问题啊。它应该是这边这个图不对，反正这个出图效果确实不错，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别的工作流能不能跑。要这个，哎，有换装，那这个换装前段时间我应该是发过，来跑一下。它这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工作流都帮你搭好了，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。这是它的这个换装效果，效果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它这个蒙版呢是手动画的，当然咱们不可能每张图片都去画，所以说呢这边它提供了一个提示词自动选择物体蒙版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把这个节点打开，然后打开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提示词，比如这张图上面你想提取哪一个部位的衣服，然后你把哪一个部位有写字就可以了。这边我们换个图片，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动的蒙版。然后让它去提取这个上衣的一个蒙版，看一下，这边提取蒙版非常的快啊，这个非常的好。然后等一下结果，它这个工作流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会给你提供一些说明，因为这个好多节点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干嘛的。如果它这边有说明的话，可以知道它这玩意儿是个什么作用。然后如果有兴趣学习的话，也可以来学一下。好，看一下这个，哎，这个图不对啊，看一下这边应该是选错了，这是蒙版，这边没有改啊。咱蒙版在这边出来的嘛，所以说应该连到这边才对啊。再来跑一遍，好，看一下，图是没有问题的。至于说这个换装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，这个跟工作流没有关系啊，工作流是可以跑的。这个咱们换装就说到这儿啊，其他的呢，这边还有很多，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，大家可以自己来瞅一眼。比方说这边有修改、扩图，这都是比较常用的。然后啊，这还有换脸，对吧？指定人脸、生图、石膏换脸，反正等等之类吧，确实非常的多。这工作流挺好玩的，然后我们关掉它。我们在关掉网页之后呢，这边一定要点停用。这边你要不点停用的话，那么你的时间啊肯定还在走啊，这个会给你自己呢造成一些损失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。行，我们今天基本上就这些啊。
大家可以先注册账号，然后送2000，你先免费用一下。如果说体验的可以的话，之后你再考虑别的事情啊。这边它还有一个活动是吧？买100送100，那应该是这个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来体验一下。大家拜拜。